Well, first of all,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organizer of this symposium and invite me here to give a closing remark. And I've been here a little over 7 months now. So you guys prefer Chinese or English? Chinese. Chinese. Okay, so I go with the majority. 大家晚上好。今天很高兴到这里来和大家交流一下，谈不上什么主旨演讲之类的，因为我对学生的这个交流啊非常重视，而且最好是 informal 的 exchange、okay? 所以今天我注意到今天的主旨啊，因为我今天在外面开会，所以没来得及参加你们的开幕这个仪式。主旨是聚焦大湾区。大家都知道，大湾区是包括我们香港、广东的很多城市，这也是世界上这个今后的一个聚焦点吧，可以说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还有东京湾区。所以这几个湾区都是很重要。我想我读了一个报纸说，这个我们的大湾区加起来的 GDP 现在已经超过了好像澳大利亚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但大家再放眼看一看，再过十年可能是两个澳大利亚，是吧？所以这个里面的很多机会我想今天你们讨论已经很多了，我再重复这些什么这个开公司啊，找工作啊，这些你做投资啊，这些你们可能都听了很多校友啊其他的这个嘉宾的一些演讲我相信讲这个几点啊。第一点，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你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这个美好的时代，所以我想有这种机会的也就是100年大概有这么两三次吧。所以如果你们赶得上，抓住这个机会，能发财的发财人这个个人成长这个更快的他成长得更快。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是大家可能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我想我们港大的学生不单单是应该聚集在找个工作用一个做一个饭碗，是吧？这个港大这样的名校的学生出去不应该是为了只是糊一个这个糊个口，或者是make a living right。 有多少人是同意这个观念去请举手？ great 我们应该是大湾区的，全中国的，整个亚洲的，也是全世界的一个 leader。所以我经常讲，因为我自己是学 engineering 的在美国都教了这个20年书，那么22年书到这里来的。所以经常在美国也是很多学生说，老师尤其本科生，我们怎么样找一个工作，我今后一辈子就不要太烦神了，这工作这个 security 比较好我说这个很难说，但是首先我去找一份工作不是太难的事情，你要一个大学毕业，一个好的大学毕业，像港大这样，不应该只是这个目标，不应该只是这个目标。所以我经常不管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大陆，都会听到这样的，老师我怎么样找一份工作毕业了以后Well, we shouldn't stop this low level of the goal. We should aim high.我经常讲，我是教工程系的，那么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培养我们的学生作为一个 engineer, that's not good enough. We must prepare our student to be the leader of engineering profession. 当然了，你如果学 science, 学 arts, you got to be a leader. This is a great university. We can't just satisfy ourselves to be find a job, easy job, or whatever.
But we need to be a leader. It's hard to be a leader. Well, this is a great time. You spend, 你现在在这里教有四年的时间才赶到，这是非常好的时间。我也知道很多同学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我们的 canteen 啊，我们霍夫校长在这里，他理解我。我是在读一个香港的报纸，在网上读他们的一些 news， 然后一看 news 下面经常有人会评论的，然后看下去，突然有其他的评论，当然都是针对报纸的这个一个 news 的内容，但有一个人跳出来说：“哎呀，香港大学的这个 canteen 啊，最近比较糟糕，不太好吃。”然后再点击下面又五六条出来了，我说我只要看到五条，我就应该 pay attention。我第二天我们 SMT 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管理层开会，我就跟霍校长在这里也知道，我说我们这个应该 pay attention， 因为学生至少是我们的顾客，他们都是上帝的嘛，所以他们的 problem 就是我们做 leader 我们这管理层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我就给我们另外一位副校长一个压力，我说几个月之内，我也没讲这话，霍校长在这里，不是他，我不因为他是做科研的，那有其他，我说一定要改变这个情况，我们不能让学生抱怨。当然我也知道不容易的，肯定是一个新的 canteen 起来，新的公司也许不熟悉，也许他们认为好，你们认为不好，所以这个总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个大学啊，我们做管理的，做学校工作的，实际上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国外还是大陆，我们内地都有一个 pyramid， 也就是说校长在上面，下面副校长、院长怎么样。我说啊，这个 pyramid 啊应该是 upside down， 我们校长应该是服务副校长，而副校长是服务院长，院长服务教师的，教师服务学生的，你们学生应该是在最上面。当然这讲起来容易，我要 pick 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没做到，但是我们要靠这个目标去努力。那么再回过头来讲，这大学的四年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当然这个symposium 是关于大湾区的一个课题，也很重要。我想我在这里再重复很多机会，什么你们也 get bored。我想这样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大家不能在年轻的时候还要有点理想，不能太pragmatic 实用。我怎么样找个工作，怎么样 get an easy life。 well， 今后的工作也是变化很大，也许你现在找了一个工作，不管做 marketing 或者怎么样，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许 marketing 给 robots 代替，你没工作了。而我们唯一我们能留下来，也就是说我们的 ability to innovate ourselves， to reinvent ourselves。这些知识你们学的，当然不是说不重要，应该你们要学。这知识学的，再过二十年，甚至不到二十年，可能 absolutely obsolete， 没用的，因为知识会过期的。而留下来的是你们怎么样去 always absorb a new knowledge， 这个 ability 是非常重要。而这个就是你们应该在港大学习，不单单是知识的本身。我刚才讲到，知识是很重要，因为你没有知识出去。至少前面二十年是不好混的，后面二十年就是靠你自己，甚至在这之前你怎么样去创造新的知识，怎么样去 use your innovation ability， your spirit of always doing something new， 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在这里可能学了很多，知道啊这个大湾区嘛要开始了，有很多机会，至少你现在可能做房地产还不行，但是你至少比如投一个什么资啊，或者是把你自己投到一个什么行业啊，你如果学地理的，你来赶快去学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城市规划啊，这个、赶快找个好工作啊，这些都是不错的。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有更高的目标，因为我们在港大是培养 leader 的，
不是光靠培养一个 employee。Okay， 所以我相信今后很多人在做的，再过二十年，你们做的事情和你学的专业不一定有关系。为什么呢？一个是世界在变化，你的行业也在变化，很多行业就 close down。在一百年前，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大学还有做工的，还教这个 furniture， 怎么做 furniture， 这是个专业的时候。在三十年、四十年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还有人在学怎么造火车。现在大学基本上没有这个专业，没有造家具的专业吧？造火车的可能还有一些，实际上在国外已经没有。这都变成一个 commodity， 都是一些现有知识，只要工程师去用一些软件去造一些，当然也有新的 innovation continue， 也是高铁的话，它总是有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都是公司的事情，并不是我们大学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有 big data， 有 computer science， 有这个新的这个arts， 但是也有很多是不变的东西，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哲学，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是吧？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都是很重要。而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话叫做以不变应万变。什么是不变？实际上并不是不变的知识，而是我们不变的 innovation spirit。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有些东西讲起来很空，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希望大家记住，就是说不单单是我们到港大来，到大学里面来学一个知识，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仅仅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东西。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你怎么样问问题。我前几天也是在这里吧，霍教授是在这里三天前是跟研究生，我们有个 forum， 也是讲到问问题的这个事情。那么我在大学老师说我也不是尖子学生，老师说还不是 top 10%， no， I've never been not top 10%。当时呢，我一个老师教会了一件东西，今天我要传给大家，是问问题 ，ask question everything， 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后来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我的天，霍校长是第二次听了，可能他 get bored。那么，我因为今天的学生可能没有一个听过我三四天以前跟研究生讲的事儿，问问题很重要，问问题很重要。因为你只有问问题啊，很多科学的发现，包括做生意，你要问一个，像马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用电脑来叫人买东西啊？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 copy 了一些其他的国外的一些，因为他反正是第一个做电商的人，肯定是问过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开店？我为什么不能用电脑去营销？就是因为你问了第一个问题，你就能发大财。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科学方面也是这样，很多人是问了问题以后才解决了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相当重要。然后我就保持了这样一个在大学的一个习惯，每一堂课问五个问题，问完了就完成任务了，就不再问了。那大多数问题是非常简单的，甚至我们有些老师是嘲笑的。那么我在 Berkeley 念研究生时也问问题，我们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 Paul Labbe， 他是从欧洲来，全世界大学顶尖的一个王牌教授，他是不喜欢人问问题。您知道很多欧洲的这个系统啊，是和我们这个亚洲是有点像，就是说这个大教授高高在上。那么每次问五个问题，很多是他认为是他浪费了他的时间，而且他要嘲笑一下。你看，你又问了一个很差的问题。多么无聊。那么有一次偶尔我会问到很好的问题，有一次问到他一个问题，因为他不用别人的教科书，他用自己的讲义，他最后一章把很多理论的他认为可以简化的一些东西摆到最后一章，扩充到另外领域。我就在问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好像不对吧。这个问题take 了他二十分钟的时间回答，也不是回答，我们相互交锋了。我坐在下面，他坐在最后，他是走到我的位置上面，拎着我的这个衣服后面，把我拽到台上来，
是这样，我们俩在黑板上面我们俩写吧，就是因为一大堆数学推导啊，具体的就是说我没有被他 convince， 他也没有被我 convince， 最后可以说是不欢而散的。但是我觉得他是被问到的，但仅仅是一个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那我问的一百个问题，99个可能都是 nonsense 或者是 doesn't matter， you know， he will。I got many times of humiliation in front of 50-60个学生，但那一次我觉得是 caught him in somewhere。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以后呢我们霍教授那天在台上，我们另外一个副校长也讲说，现在我整天在开我们校务会的时候问问题也是这个，大概有时候还不止5个。但有时候也很高兴，因为我在研究生毕业了以后教了8年书在外面，又回到 Berkeley 做教授的时候，然后在一天欢迎的会上欢迎新的研究生来，第一年我也是新的教授了。那么研究生主任，当时我们在10年以前我做研究生的时候下面都是学生，但有2-3个是年轻教授助理教授，他们来听大教授的教课，这样学怎么教书。那么后来10年以后这两个年轻教授都变成正教授了，有一个成为研究生管研究生的一个主任。那么他欢迎所有的研究生，今天欢迎也欢迎新的教授，包括我一个。那么我们每个教授要介绍自己做些什么东西，介绍完了以后在结束之前他讲了一句话，这个是可能我终身以来最大的一个 honor， 除了到赶到来工作以外。这就是他说啊，在10年以前有个年轻人在课堂上老是在问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价值。当时他问的1-2个问题，不是讲我和那个大教授在 argue 的问题，我后来都记不清是什么问题，因为10年以后了。他说这2个问题呢，是他思考了很久，就是当时他是个年轻教授坐在下面听的，后来变成他后面10年的一个研究方向。So I'm very proud of it. I'm very proud of it.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价值。但是呢，对我个人来说，问问题变成一个习惯，其实这是很好的。如果我要去做一个工程师，或者去做一个哪怕做生意的话，问问题还是很重要。你问出来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在大学期间。你们的这个不单单是上课啊，我想你们现在这一代人和我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天浙江大学校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在座谈，他说你有没有去过浙江大学，我说去过，我是30年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去过，我花了13块5毛钱坐了火车从南京到无锡到苏州到上海到杭州，逛了4-5个城市吧，花了13块钱，13块5毛钱，那时候钱很值钱。但是住宿是不要钱，因为我总有同学要怎么到浙江大学住他们学生宿舍，所以我去过一趟，那是30年前。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想在座的今天不会说整天旅游的话，整天住同学的宿舍，可能偶尔住一住。当然很多你们的这一代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这个条件大不一样，学习的环境也不一样。但是我想有一点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在大学期间不管是好一点条件还是差一点条件，30年前30年以后学习知识总是不变，你要来学知识的，你要学怎么样思考问题，独立思考问题。这一点我相信啊，因为有一国两制，我们在香港的大学生尤其你们这么多从内地来的是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条件来因为我们这里都用英文教学，很多这个讨论啊课堂讨论是非常自由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你们要非常珍惜的。那么第三个在大学里面也是相通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要 build our own 这个 social skill。讲一个，当然这个看上去有点功利了，好像到大学来就是磨刀霍霍，就是想练一身本领的，其实不是，也是为了
一个 personal enjoyment， 因为这是你人生的一段很宝贵的时间。大学研究生这两段实际上是最你的包袱最轻的时候，你一毕业了以后你要考虑到哪里找工作，跟老板的关系，你赶快要挣钱，或者是这个买车子啊，买房子啊，谈对象啊，这些事儿，是吧？就很多包袱存在，你现在是没有什么包袱，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 develop 你自己的一个 social skill， 同时呢也 enjoy life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很惭愧，还没有，可能还没有很多在座的会 enjoy life， 但是呢，这一点很非常重要。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因为在一个学校大家在集体，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三四个人一个房间，或者两个人一个房间，或者一个人一个房间，是吧？这个实际上一个 social sphere 是 very important。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到今天，我很多的朋友还是大学研究生时候的这个 build up 这个 friendship， 而这个 bond last for long time。所以希望大家珍惜在赶到的时间。今天可能有点跑题了，我觉得，但实际上我是准备这个课题来的。我想今天我在最后的时候再跟你们讲大湾区有哪些机会，你们赶快去发财，赶快去抢占这个，从我们内地讲抢占高地，是吧？这个不是我们赶大人应该主要考虑，当然该抢占要抢占。但是我相信啊，大家应该眼光应该更高一些。应该做下一个马云，做下一个爱因斯坦，做下一个我们领导国家文明的一个领袖，而不是仅仅说赚一个钱过一个好日子，这个不是我们港大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再谈到港大，我来了七个月，我想我和我的同事啊work very hard。我相信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你要从美国到香港来。我在美国待了29年，年轻时候其实比你们大几岁我就出国了，到美国去，然后待了很长时间。美国当然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我相信大家都有共识。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我们当年出去的时候30年前和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现在世界中心啊是在向亚太在移动，你像新加坡、韩国，他们的经济都发展得非常快，中国的经济过去20年也发展相当快。这些实际上我开了一个玩笑，我说这个我们亚洲人吧，又聪明又勤奋，你要他不发财也难啊，是吧？所以实际上你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但是呢，就是说，对我个人来说，回到亚洲来，尤其到港大，港大是亚洲顶尖的学校。我觉得你要看世界文明的话，我们中国在整个2000年的文明史或者3000年文明史，我们大概80-90%的时间是世界上第一。而就是在近代的三四百年，我们是落后，但是你要比起整整的世界的长河，这并不是一个大的。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自信，完全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这也是我到港大来工作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中国在香港在亚洲应该有这个决心去做一个下一个 Harvard， 下一个 MIT， 下一个 Cambridge。 而这个我 take long time， 也许我已经退休了很久了还没实现，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决心的话，不迈出这一步的话，我 will never get there， right？ And we deserve one， why not。 所以这个我相信再过4年，在座所有的同学都变成我们的校友，我们今天有很多几位杰出的校友在这里，我相信这个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也许大家今后校友会 watch out 我们港大怎么样的发展。
我但愿和大家这个在一起，一起努力，向着目标前进。最后呢，我这个衷心的祝愿大家在港大的学习和生活不要忘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而且你要 build your friendship, your circle, your a lot of memorable moment。所以希望大家 enjoy 在港大的学习和生活。谢谢大家。